广告后呢，新式红星范文芳、王田才、谢绍光将为慈善开金口。好，因此不要走开，稍后见。收看群星照亮千万星。那么现在呢，又有两位新式红星要出场了。对，两位星光闪闪的红星，他们不但是演艺道路呢璀璨夺目，而且也和许多观众一样，拥有一颗黄金般的心灵。是的，他们做善事从来不落人后，因为他们相信举智社会更要回馈社会。他们希望付出的爱心能够填满所有人的芳心。哎呀，欢迎范文芳、王田才带来这首《填满芳心》，欢迎他们。细水已如风，吹进我心中，填满一夜美梦。心不经意被爱牵动，千言万语尽数在眉眼之中。情丝缘丝竟迷离朦胧，感染我的梦是感觉风情浅。早约定此刻相逢，用爱情深深相拥，把世界一起包容。谈谈心，做做梦，心情轻松，细细雨暖暖风吹送，在心中你的深情我会懂。长长的说说笑，心匆匆绕，深深情默默已流通，在心中，在心中，爱的世界我会懂，我会懂。今早约定时刻相逢，用爱情深深相拥，把世界一起包容。谈谈心，做做梦，心情轻松，细细雨暖暖风吹送，在心中回头。长长的说说笑，心匆匆绕，深深情默默已流动，在心中，在心中，爱的世界我会懂。谈谈心，做做梦，暖风吹送，在心中你的深情我会懂。长长的说说笑，心匆匆，深深情细细雨暖暖风，在心中
谢谢谢文芳甜才带来这首《填满芳心》。来，让我们的俊男美女聊一聊，文芳甜才。好，两位，刚才你们唱歌的时候，发觉这个我们的捐款数额又是频频跳动，节节高升，两位实在是有号召力。谢谢谢谢。没有，其实我想呢，打电话的朋友们呢，都是本着一份爱心跟尽一份力呢，给肾脏的病人多一点爱心跟曙光。是的是的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每一个打电话进来乐捐的观众朋友都已经是大赢家了，因为你们已经做了一件善事。是的是的，说得很好。太好了，在这里呼吁一下热线号码。对，请拨1900112688。谢谢。那你们的热心公益呢，已经让我们筹得了29万5000元，你们该知道了吧。对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两位，再次谢谢两位。接下来是不是